事业如日中天，玛利亚去金钟失之交臂。金钟奖啊，入围很不容易。对呀、啊，在2018年其实有几个生肖呢，特别有功名，因为入围的名单啊，这几个生肖都蛮多的，所以这次真的是蛮竞争的。纵使没有得奖，我相信他明年的机会赚钱的运会更多，这个可以给你肯定。